我们在这儿聚会，只不过都是一件聚会，也没有干违法的事。为什么叫我们的一点一滴的东西都拿走？看看他们这些政府做的对不对哈？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也没触犯律法，还这样做，看合法不合法？叫我们都拼命哈！